can see it from the way you're looking at me. You don't think I'm worth your time. Don't care about the person that I might be. Offended that I walk the line. So what if I'm not? So what if I'm not everything you wanted me to be? So what if I am? So what if I am more than you can see? When you treat me like that, when you treat me like that, it's pushing me harder, it's pushing me harder. When you're breaking my back, when you're breaking my back, I only get stronger, I only get stronger. But should I walk away one year ago when you said I couldn't make it out alive? When you treat me like that, when you treat me like that, I only get stronger, I only get stronger. When you treat me like that. Hello， 大家好，我是兔里。本期视频内容呢，应大家要求来带着大家参观一下我的梳妆台，以及我的护肤品、化妆品还有抹脸的囤货是怎样收纳的。那我们就开始吧。我的梳妆台呢，在我卧室的床尾，因为这个部分呢，不是空间非常的宽敞，所以我就因地制宜，这样自己拼接了几部分，都是挑选了比较窄的家具。我的梳妆台呢，主要有三部分组成，最靠右边的呢，是一个书柜，它其实是书柜，但我用来展示一些化妆品。Then you can see when you treat me like that。 那我们就从左往右开始介绍我的化妆台。首先最左边的呢，是这样一个四层的抽屉柜，它的容量非常的大，我用来归纳一些就是放在外面不太整齐或者使用频率相对不是非常高的东西在这个里面。下面我就一层一层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抽屉里面都有什么。第一层的外侧就是一些面膜，我的面膜不会囤非常多，基本上就是够我一两个月用的就可以了。然后我最近使用比较多的是这个富尔佳的和奥伦纳素的，这两款我都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一溜就是我所有的片状面膜。再往里拉开呢，就有一副是敷手和敷脚的那个手套，是那种凝胶质地的。这是整个抽屉拉出来的样子，刚外面这部分已经介绍过了，里面这部分就是我的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我皮肤经常容易过敏，脸突然瘙痒的时候，就是我去看了中医，这是中医给我开的，这个东西呢叫浮萍，用它煮水洗脸或者是熏蒸脸，就会有这种解痒的效果，非常好。在我非常敏感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浮萍。然后这个小盒子里面呢，也是面膜粉，它的质地有点类似奥伦纳素的这一个，使用效果呢，有一点点像，但是第二天的效果没有奥伦纳素的这个效果好。然后这里面呢，是我不太常用的几个东西，我看这边有空隙就放在了这儿，有脱毛膏、卸甲水、晒后修复啫喱和去死皮膏。这边是一个就是能挤干净这种管状东西的那个挤的器。然后这边呢都是片状的小样，有一些就是擦脸的啦、洗头发的啦，包括一些面膜啦，我都放在这个里面。这就是我第一层抽屉的构造。第二层抽屉呢，是我专门放精油和小样的。最外面这一列呢，这边都是我常用的一些精油，我主要用它加在这个香薰机里面，或者蒸脸机里面，或者有时候直接涂一些部位，我非常喜欢。这有一些，就我就不一一展示了，就是茶树精油、玫瑰精油，主要的那些都有。这一部分呢，是我去黑头的精致护理系列，这里面呢都是小样，外面这一盒。这点都是这个厚的天气丹水，因为我这两年没有怎么用小样，所以我担心他们会放过期了，我就把这个抽屉整理的比较整齐，想让自己多一些使用它们。这些呢都是薇姿的男士擦脸油，这些是安瓶，这些红色系列呢都是资生堂的红腰子系列的小样，这两排都是雪肌精的小样，有一些卸妆油啦、雪水、雪乳、洗面奶都有。这个抽屉的后半部分呢，也是一些小样，这个部分呢主要都是一些资生堂的，有这个悦薇的水乳了、心透白的水乳了这种小样，还有一些卸妆油啊、这个卸妆水啊，都是一些资生堂的，甚至包括一个小口红。后面呢就是一些洗发水啊、护发素啊、沐浴液小样，出去旅游的时候非常方便，包括一些洗面奶什么的。这就是我专门的一个小样抽屉，出去旅游他们都是我的小伙伴。第三个抽屉呢，都是我的一些囤货，就是体积比较小的我都放在这个里面。这个抽屉比较重，我就直接拿到上面跟大家介绍吧。上面一层呢，这个是我才刚刚购买的两个 Makeup Forever 的这个空盘，我还没有想好怎么组。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科颜氏的眼霜，这两个是悦木之源的一套这个日霜和晚霜。这边是几支眉笔，都是奥斯曼的，侧面那个凤梨也是眉笔，我都用的 L03 这个色号。然后底下是 R7 的美妆蛋。这边是一套可以出去用的，就是有洗发水、护发素、 BB 霜、眼霜什么都有，是这样一套。就是这个盒子比较大，我就放在了这里面。然后这个呢是一个资生堂的红腰子精华露，我特别喜欢它作为打底精华，我已经用完了一大瓶，这一大瓶暂时没有开封，我中间会替换用一些别的。然后这底下还有一些这个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这有一个兰蔻的小黑瓶眼霜，还有一个欧珀莱的时光锁眼霜，这有一个植村秀的
一体眼线笔，这边是两个这个指甲贴，我还没有怎么贴过。然后这一小盒欧珀莱的盒子里面呢，放着一些我的手部和唇部精致护理的东西，有这个手部磨砂、什么手膜，还有精致护理的手霜。然后唇部呢，也有这个唇部面膜、封唇胶什么的，都是在我特别需要修护这两个部位的时候精致护理使用的。然后这边呢，就是有一个气垫的囤货，这个气垫我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这有一个起初婴儿面霜，这底下是一个素颜霜，我就不太好掏，我就不掏出来了。然后这边也是有两个精华，这是一个男士精华，这是一个什么精华我忘记了，都还没有用。然后这也是一个精华吧，是这个西班牙安瓶，我已经用了两把了，然后里面还有几把，就都在用，就放在外面比较好拿的位置。这是这不太好掏，这是一个彩妆盘、眼影什么的，就我还没有开始使用。然后这里面呢是一些护手霜，还有气垫的替换芯，然后还有这种这也是洗面奶，然后有几个庞氏的这个散粉，就放在这里面这个位置。那这个抽屉就又介绍完了。最底下这一层呢是我头发护理的东西，这是一个吹风机，就是我一直想换吹风机，但是我又觉得换了吧，这个扔了挺可惜的，这个我用了五六年了，吹干速度挺快，然后就先用着吧。然后这是一个那种接发的那种假发片，然后这是那个可以卷头发也可以吹头发的那个东西，是泰斯康的，这有一个卷刘海的小东西。这就是我头发的东西，其实非常简单，就这些。这个柜子呢就介绍完了，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柜子上面的这个三层花瓣型旋转台。这个旋转台呢是我第一个买的化妆品类的雅克力收纳，当时我想哇，有一个这个我所有的化妆品就够放了，看来就是生活没有那么简单。下面我就一层一层为大家介绍吧。上面这一层呢主要都是一些我的指甲油，我都放在上面那一层，中间是一个刷子，然后侧面可能就个别东西不是指甲油，这是一个修容，这是一个妆前，中间还有一些眼线液什么眼线胶，然后但主要都是指甲油类的。然后第二层呢主要就放着面霜、气垫什么的东西。这个是看起来虽然是巴尼兰的，但它里面实际装的是玉美净儿童霜，是我老公的面霜，虽然他也不经常擦。这个呢是我的保密面霜，就是一有换季敏感或者我任何时候皮肤感觉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我都会擦这个 FAB 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最大罐的，有340克。这边是一个黛春林的冷香雪，因为它形状比较特别，就放在这个空档。这是一个 It's Skin 的蜗牛霜，快用完了，我现在在用它擦手。这是一个 Benefit 的那个眉膏，还挺好用的，也是形状比较特殊。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交替使用的，它是一个兰蔻的那个素颜提拉紧致面霜，这个不适合天天使用，就是一周有三个晚上用一用，再用这个小片片按摩按摩，效果还是很好的。这一路是我比较常用的几个气垫，有这个迪奥的雪花秀的，下面是一个 Vant 的，就是有时候想快速出门的话，我会用这几个气垫。这边呢是有一个 Benefit 的猪油膏，这是一个散粉分装盒，里面放着庞氏的散粉，底下是一个长生鸟的珍珠粉。这是一个 Tony Moly 的眼线膏，是我朋友送给我的，用起来还可以。这底下这一层呢就是内环放着一些比较高个子的东西，外环放着一些矮个子的东西。内环其实很简单，就是几个一次性染头发的然后什么的。然后外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区域是一些喷雾，这个是 Urban Decay 的定妆喷雾，这是 Smashbox 的定妆喷雾，这也是 NYX 的定妆喷雾，这是一个欧缇丽的皇后水。然后这个位置呢都是那个粉底液，就是我比较常用的粉底液都在这边。这两个 Ipsa 的因为它自己就是站不住嘛，这样也不太能站住，我就给他们找了一个小容器让它能站在这边，都是口朝上的，这样不会泄露。然后呢这边是我最近常用的防晒，这个是一个快用完的 BB 霜。然后这边是一个喷雾，用来喷床铺用，是维密的。这边是两个护手霜，也是我最近常用的，一个比较滋润，一个会比较偏清爽。这瓶喷雾呢是我放在这边专门乳化面霜用的。那这个旋转倒台的部分呢也给大家介绍完了，下面就看看我这个化妆区的中间部分。中间部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宜家的玻璃和铁艺制作的这种电脑桌，因为它的宽度比较窄，我觉得特别适合放在我的床尾，这样再放一张椅子就是不会挡住人走来走去的通道，所以我就放在这边。这个桌子呢我又搭配了一个镜子，这个镜子也是在宜家购买的，然后它可以这样无死角的旋转，当你化完妆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它这样转过去，就不会照到人。然后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你看它这个镜子买回来是这样的，这个灯呢是我单独购买的，它是一个可以充电的 LED 灯，这边带吸铁石可以吸在这个铁的镜子上面，它灯是这样可以打开，打开以后呢这边长按它会变强灯光，再长按它灯光就会变弱，我觉得化妆补妆来讲非常的方便。然后呢我镜子的部分就结束啦，这边有一盏台灯，就是照照亮照照化妆品什么的，不够的话也可以把它这样摇起来给脸补光。这是一个这叫蒸脸机，这是一个电风扇，希望妆容快点干的话就用电风扇。这是一个小的手机支架，有时候化妆的时候会边看手机边化妆。这个位置呢刚好有一个小抽屉，我就放了这样一个首饰盒，我觉得我这个首饰盒刚好跟这边很搭，但是其实我主要的首饰或者我常戴的首饰都不在这个里面了，这个里面就是一些款式我不太会戴但是对我可能比较有意义的东西，然后我就把它们收藏在里面。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吧，简单的来看看，上面是几个小项链，然后底下这一层呢，这
个区域是戒指，就是有很多是一些对我很有意义的人送给我的，比如说像这个是我外婆送给我的，然后这个是是我老公送给我的第一个戒指，是这种小爱心的，然后当时好像还在上学吧，然后当时还挺开心的收到这样一个小戒指。然后这个就像这个就是在那个我们结婚的时候在那个台上那个婚庆给我们假装交换的，我就觉得也挺有意义的，就收藏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一些小的饰品，我现在都不太常戴，这边有几个手链，然后项链，就这样子。其实这个我还蛮常戴的。然后这个呢，这层可以拿起来，底下还有一层，底下这一层呢，因为不太好拿取嘛，我也放着一些使用频率比较低的东西。上面这三个呢是三副，就是我的耳环。大家都知道我没有耳洞，所以使用耳环的这个频率格外的低，所以我就把它放在底下。然后中间这三个呢，就是我老公的三块手表，他不是经常戴手表，我就把他的手表也放在这个位置。底下三个呢，就还是我的耳环，我就把他们三个也放在这边。我的大部分首饰都不在这儿，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穿衣服比较偏运动风嘛，可能戴首饰也不是特别多。首饰盒底下呢，其实有暗藏这样一个小机关，它里面是一个我清洁化妆刷的一包曼丹湿巾和这样一个棉签，然后我就觉得放在这儿还挺隐形的。在底下呢是一个垃圾桶，我喜欢这种带盖子的垃圾桶，我随手用完的化妆棉啊，餐巾纸啊，什么面膜呀，都会丢在这个里面。那下面就来参观我们梳妆台的第三部分，就是右边这个陈列柜。那我就从高往低一层一层的给大家讲起。这个柜子呢是在宜家购买的，好像是叫 Billy 书柜吧，我觉得尺寸蛮适合我这块的。它呢一共是有五层，但是最上面一层呢我也放了东西，所以就相当于对我来说就有六层了。最上面一层呢是我一个是一张我自己的照片，我就也不知道摆在哪，就摆在那边了。然后右边呢这几个是我的香水不是特别多，就这些，但是我自己常用的其实就三瓶，你就看有没有一些使用痕迹的，就是我常用的三瓶，然后我就不多介绍了。然后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排，这一排呢其实是整个我化妆的区域，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眼影盘啊，还有各种彩妆盘，我的眼影盘和彩妆盘呢大部分都陈列在了这里。然后但是因为空间有限，我就没有一盘一盘全部摆开。然后呢今天因为是一个化妆收纳这种全览，也就没有办法一个类别一个类别的给大家介绍，大家就简单看一看，然后如果你们对我哪一个类别的东西感兴趣，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告诉我，我再一一给大家进行分门别类的介绍。这边就是眼影啊，什么高光啊，粉饼啊，什么就是各种彩妆盘，大大小小的大粉盒，这两边都是。中间我放着啊，中间这边还有两个就是不太能放得下的，我就看到这有个缝，就塞在中间这个缝里了。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下面这一层吧。下面这一层呢，左边就是我比较矮胖的一些口红和比较高胖的一些睫毛膏什么的，我就放在这个里面。我常用的可能会放的靠下一点，我不太常用的会放的靠上一点。反正这个就是大部分尺寸，这个口红收纳架它都可以用。像这个口红，其实这个地方它挺胖的，但是这个收纳架还是能把它给塞下，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呢，还有我的隔离，这两排是我的隔离，我也都放在这个位置，平时拿也比较方便嘛。就常用的口红都在这边啦。之前给大家做过一个43支口红的上嘴试色，其实我的口红不算特别的多，但是如果大家想看剩下的口红或者眼影的全部刷色试色，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告诉我，我可以单做这样一两期。然后这个中间的部分呢，是一个太平鸟巢的扩香，这是我最喜欢的佛手柑味的。这个扩香就用到一半以下的时候，它就会香味变得比较淡，适合把它挪到这种小空间里面来用。然后如果我放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它还是有香味的，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右边，这样一摞呢，它其实是三个东西叠加成的。最上面这样一个呢，是一个放鸡蛋的托，放着我常用的几个美妆蛋，大概有十来个。我最常用的就是前面这个 Beauty Blender， 还有 RT 的蛋，还有就是这个 RT 家的小紫，还有后面那个巨蛋，这几个是我最常用的蛋。但其他的我也偶尔都会用，就放在这个位置。这个呢是两个小柜子，一个这样，一个这样，这是我在淘宝买的。其实这两个亚克力收纳柜我没有特别的喜欢，但是我就买了，我不想浪费嘛，就还是好好的在使用它。上面两层呢基本上都是我的单色眼影和类似物，最上面呢是一些 Colourpop 的，有 MAC 的 Omega， MAC 的那个人鱼肌闪粉，还有 Kate 的眉粉， ELF 的眼下定妆粉，有一副耳塞，主要是这几样东西。第二层也是一些以单色眼影为主，然后左边三个呢是那种不同形态的眼影，眼影蜜啊，眼影棒啊，还有眼影闪粉打底乳啊，右边还是几个单色眼影啊。Colourpop 的那个是一个单色高光，小瓷盒子特别精美的是戴春玲的眉黛。这一层呢就是我的全部的遮瑕，我的遮瑕产品就这么多，有三个遮瑕盘，还有一些单独的遮瑕。那几个小白罐子是我刚刚才买的散粉的分装，我有好几种散粉想尝试，从中选择一个购买，这就是我买的几个散粉的分装和全部的遮瑕。然后这个小抽屉呢是我刚刚才买的一个套装，里面带的一些小防晒，是我最近都在使用的，因为夏天快来了嘛，防晒的使用频率特别高，我就放在比较方便的位置。先说这个吧，这个里面就是大部分是我的一些润唇膏，还有两个挖棒和一个兰蔻的这个眼精华，比较小，我就放在这边了。我自己个人一天要擦很多次润唇膏，所以我就放在很方便拿取的位置。
后这一层呢是我的这种非日抛隐形眼镜，就这几副我就都放在这边了。但是这种非日抛的我现在其实戴的比较少。然后这边呢上面就是一些我要该清洗的粉扑或者小刷子，我就会放在这个里面。我最近比较常用气垫粉扑，我就不想外面有太多杂乱的东西，我都会想把它们放在这种小盒子里。第二层呢是一些小工具，有这个几个睫毛夹，局部睫毛夹，画眉辅助工具，有削眉的，有指甲剪，还有一个 NARS 的唇膏这个削笔器，蘸笔刀。对，这底下呢是我最近比较常用的一些日抛，还有一些已经用完了，我等这些再用完会去补货。那这层就介绍完了，再来看下面这一层。下面这一层呢就没有办法收得像上面那么整齐，但是确实我自己使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先来介绍这第一个，首先这个都是从宜家买的，我特别喜欢这个，我觉得质量特别好，要比大创的那个结实很多。然后这个呢是一小罐这个彩色笔，我喜欢写什么东西的时候彩色的多一些，然后就心情比较好。这是一个蜡烛，是上次去宜家的时候顺手买的，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你看它只能烧到中间，再加上我也不是特别爱点蜡烛。这个呢是一个就是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这是一个滚脸器，这是一个睫毛膏，这是一个梳子，后面还有把剪刀是我剪刘海用的。然后这个呢放着我所有的化妆刷，一些口红笔什么的。先说前面吧，就是我近期比较想用完的几个东西，有这个散粉啊，有这个腮红啊，就是还有一些上面放不下的比较厚或者奇形怪状的东西都放在这儿。然后这个小东西呢，哎呀，拿出来看吧，这个小盒子我特别喜欢，因为以前这些东西我是放在四个就是类似于这种 size 的杯子里的，后面我发现它一个感觉比它们四个都能装。它里面是分六格的，然后前三格我放着比较矮的东西，像这一格就都是像这种口红笔啊类似物，然后会有这个名牌笔啊什么的。这一格呢就都是眼线笔什么的，都是眼线笔什么的。这边就是一些我不太常用的刷子，然后像这一格也是我不太常用的刷子，但是这两格呢就是我比较常用的，这些是比较常用的眼部刷，这些是比较常用的面部刷。我觉得它们一个罐子能塞下这么多真的我特别满意，然后还刚好是我宜家这个盒子的一半。再接下来这边呢，因为这个太重了我就不拿出来说了，它是我现在手头所有在用的常用的这个护肤品。这是一个打底精华，这是一个美白精华，这是眼霜，这是唇膏，后面是后面我怕大家看不见，我来给大家照一下，后面光照到的呢是这个爱诗缇的一套水乳。然后在这边呢是一个玫瑰纯露，然后这个呢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怎么突然忘了？隐形眼镜药水。然后这是一个悦木致远的菌菇水，这是一个朱莉蔻的玫瑰水，这是一个朱莉蔻的玫瑰乳，这是一个玛丽安宝莱的神仙水，很好用的。这是我常用的一些水乳。然后呢底下两排因为就是有一些遮挡，肯定放的是我使用频率不高的东西，主要是一些盒子比较整齐的囤货什么的我都放在底下，有肥皂啊，化妆品啊，整套的护肤品，还有一些美瞳，还有这个是卸妆膏，这是资生堂的什么我也忘了，这是这一层的。然后再往下一层呢是我的化妆棉，我最常用的一盒放在外面，底下都是囤货，有这个欧缇丽的喷雾囤货，这是一个 Beauty Blender 的囤货，然后那个没有盖盖子的，这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洗面奶，我都放在这个里面了。然后在左边是有一个雪花秀没打开的一盒囤货，还有一个黛春林，底下还是欧缇丽，这两个就是比较有盒子能放的比较整齐的我的囤货，不好拿出来就不一一给大家展示啦。那今天我的化妆品游览，我的梳妆台参观就参观到这里啦，希望你们喜欢这期的视频内容。如果你之后想看就是哪一个类别的单独就是分门别类的介绍，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告诉我，或者之后有什么想看的内容也可以告诉我。那大家不要忘了多多的帮我就是一条龙，帮我一条龙。然后主要其实我挺爱看你们发弹幕的，我有时候经常自己有的视频都要看好几遍弹幕。然后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就介绍到这里啦，希望你们喜欢，我是特里。